哎，现在汤妹在开车带我去她那子民宿耍一下。姐姐开得还可以了，今天姐姐。就是下雨好烦，有个教练车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过去。姐还是可以嘛，从成都开过来七八十公里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我是老三。哎呀，终于把车子停好了。我开车可以，但我停车特别撇，所以停车就是让我舅舅去停的。姐姐辛苦了。这个人真的特别烦，今天早上8-9点，清早八晨的就来我屋头把我整醒，非要说今天喊我带他来大姨这边。哎呀，我从来没来过这边，你都来了几次，我好难得耍一下嘛，带我出来放松一下嘛。因为他平常上班要出差嘛，就不在成都，所以之前我每次来他都没得机会。哇，这边好凉快哦，这边。特别凉快，今天。好爽哦，真的是，姐你看那个仙气。仙气，这有买菜的哦，我们要去哪买菜的？好，要得。老三听话点，我给你买点好吃的。老三今天弄饭哈。好，只要你让我在这儿住，我今天就弄饭洗碗，好了。哎呀，开车太难受了。刘老三。最近几次每次来大姨都是我开车，现在是赶鸭子上架。就是必须开了，因为以后的话经常往这边跑，我也不可能说每一次都要麻烦别人帮我开车，只能女司机自己上路了噻。不过这几次跑得还比较顺利哈，我觉得。就是说他们说我开车有点猛，一脚油门一脚刹车，很吓人。这边有很多买菜的，我们先去买点菜。大家过来耍的也可以自己在这买点菜，然后晚上可以在这弄饭吃。是不是蒜头？都可以啊。你不是喜欢吃蒜头吗？都可以。然后种的菜，所以还算比较新鲜吧。今天是刘老三、我舅舅、我妈，我们四个来的。本来舅舅没有来的，是我们把他喊到来的，因为没得一个老师傅，然后我开车的他们都不放心。完了，我感觉好奇怪，今天我的耳朵一直在耳鸣，就像这里面装了一个扩音器一样，说一个小声的话他都很大声。过了这个桥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过了桥第一家就是我们的民宿。你紧不紧张，开不开心？开心，我要住总统套房。你梦嘛。哦，这个我们看到了，还是有点高档。对呀、就是那个。这个是不是整个古城最高档的？是的，看楼梯。走吧，就是那个，你看到没有嘛？我们俩先进去。哎，我们俩先进去。紧张哦。他现在着急得很咯，非要拉到我。你紧张啥子呢？我都不紧张。我们今天虽然说没住海景，你我跟你说挺好，自己订房，给钱。侠义气技术。